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今天是礼拜六，礼拜六早上就是要来玩一些不是白块的游戏。我们今天呢，要来玩一款生存游戏。看起来应该是我们好像漂流在一个海上，那这种一个人漂流到孤岛上面的日子，感觉起来就是很孤单。所以我们今天呢，找来了几个伙伴，陪我们一起遇难哦。Hello，Hello，Hello。今天呢，我们找来了 Moco 妈妈、雪兔跟小光哦，我们三个四个人，要来一起在孤岛上面求生哦。那这款游戏呢，它是一款 Steam 上面的游戏，那我会把游戏的下载链接放在今天的影片的正下方。那在今天开始之前呢、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礼拜六多出一款不一样的麦块游戏，不是麦块的游戏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。那我知道，那听说啦，这款游戏它现在 bug 一箩筐哦，就是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大 bug 啊、小 bug 啊、左 bug 右 bug 啊，然后最大的 bug 是它没有办法存档，也就代表说，如果你玩完之后关掉游戏再打开，它的记录通通都不见，好不好？那我先来开游戏，好，然后大家看可不可以漂流到我的岛上？好，你们看一下可不可以进来了。我进来了，我这边现在好像是清晨的样子。那你们看看可不可以进到我的世界？我先来调一下我的外观好了。好像进来的时候好像按 J 可以调外观，然后我可以改个名字，我要叫做什么？我叫做 Kamiko。然后肤色嘞，他的肤色可以调深浅。等一下，他的肤色太恶心了吧？他的肤色好恶啊！我可以当兽人嘞、我当兽人。兽人不是兽人啊，兽人啊，兽人，兽人来了。OK， 加入中。好可爱，等一下，我要当一块煤炭，我好可爱哦。Oh no！ 然后衣服我要穿红色的衣服。好，按 V 可以那个使用表情符号。Hello 大家，嗨 ，Hello， 嗨，这是雪兔， hey. 然后这是。我的头好光亮，你有看到我吗？你好黑哦！我是一块煤炭。然后我们家的摩口妈妈呢？妈妈来了，妈妈，我出现了没？好了，还没名字。哦，你出现了！我看到我们的船里面冒出一坨跑出来了。你才不是羽毛！羽毛最近在弄他的屏啊！大家应该有注意到，就是羽毛最近出现的时间，好像出现的次数比较少一点点，对不对？因为他最近在弄他的 YouTube 的频道，所以接下来啊，整整一个月，幸好许兔帮我改一下名字，我可以讲一下这个消息。接下来一个月呢，羽毛会暂时不会出现在我们的频道上面。如果大家想他的话，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以前的影片，看个100遍，好不好？或者是到他的频道上面去订阅他的频道，你就可以听到他现在的声音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呢？要怎么生存呢？我看看啊，空格键开启，坏掉的木筏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可以塞进去。可以玩海带拳，海带啊，海带。OK， 好多动作。海带他的动作是 V 吗？他的动作是 V。对。挥手，蛇。Rolly。坐下，颠倒。超可爱。怎么打滚的、啊？右键是打滚。好，我们的木筏里面好像有一些东西，有绳索，有鹅卵石，有棕榈树叶，还有果浆，这感觉像是我们现在的储备粮食。好，我们为什么不拿？你怎么看得到？你可以看，我怎么看不到？只有你可以看得到。真的还假的？所以这是我的东西。我真要说，我们要不要一起分？看样子不用了。可恶，给我拿过来！不行，我没有拿了。树要怎么敲之类的、我们是不是用头撞？小龟用你的头控格键。空格键好像可以互动的样子哈。空格键，好，我刚刚捡到地上有石头，我们先一起探索这个岛。前面有花花。可以踩吗？我不知道。空格，石头好有那种距离感哦，就是真的，不像一般的那一种贴图哦，就是立体哦。对啊，前面有东西，他在说救命，打他。前面有东西，他在说救命，揍他。猴子的样子呢？我们要怎么过去啊？过去。不知道呢，进不去。这里呢？我放火烧山。这里可以绕进去。有了。进去。哦，这是迷宫吗？这是迷宫吗？它在里面呢，还是再绕一圈？我绕过来，可是没有看到人呢。Hello。有了，等我一下就好。他跑去哪？他不见了。啊？
好，我们先不要理那只笨猴子好了，我们先想办法在这座岛上生存下去。我总觉得在这些丛林里面，他在那里啊？哦咦，有办法跟他互动吗？我们试试看，按各种各式各样的按键，看他可不可以跟他互动。左键、右键、空白键 ，Shift。等一下，你刚对树做了什么？按 C 键，如果你有鹅卵石的话，你就可以自动手斧。哦哦，我需要两个鹅卵石，所以 C 是 craft。好，那哦，我倒了，好酷哦！捡捡捡捡捡，你们怎么鹅卵石？地上刚刚路过的时候捡鹅卵珠啊，现在敲石头也可以耶。我有了，有鹅卵石了，我是要来这边混分的。好了，我有鹅卵石了，我可以做那个手斧了。好，我们把这附近的树砍到砍爆之后，它应该就会那个了吧？哎，等一下，我怎么了？我刚刚扣血了。等一下，怎么了？为什么要等一下？我需要草。为什么我要等一下？哎，好，哎，互动键是哪个啊？我要用什么按键可以？它的显示也太 bug 了吧，完全没办法让我看到哎、欸。哦，左键，左键，左键，因为这是，等一下，为什么我会扣血？哎、欸，应该是肚子饿了吧？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右下角的那个，右下角那是你的体力。哦哦，看懂了，看懂了。对对对对，要休息要休息。对，这还是 beta 游戏哈。不要劳累呀、啊嗯。花瓣，哎、欸，我们把这附近的那个树给砍倒，就让你看到那只笨猴子了。哎、欸，说不定哦。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应该是我这一区。来了。哎呦，我砍我罚我砍我罚，我累了。行了，为什么我的角色一直想等一下？你在等什么？我都没有想要等了。他累了吧？哦，对了，也许砍砍砍，捡捡一点，捡一点。我拿了一点莓果，我们也许晚上可以吃。现在时间感觉像是正中午。哎、欸，我的师傅坏了，还有没有石头？地上可以拿草。这里，这里，这里，石头，给我一点石头，谢谢。好了，好多石头，好多石头。哦哦哦！你看，这就是人类可怕的地方，有看到吗？采光光，全部都发光了。这是人类可怕的地方。我把这附近砍了。哎呦，太可怕了吧！那只猴子呢？哦，它在里面。有看到吗？帮你，我把它敲开，我把它敲开。哦，敲开了，得到猴子了。哦，哇！哎、欸，我给他东西了，他跑走了。交换，他说交换东西。要交换什么？哦，好可爱，好可爱，好啊！不给我换、哦。那我给你有卵石，给你。哦，你可以叫他帮你携带东西啦。哇、哦，好酷啊、哦！雪叔你在干嘛？我教他模仿。好像不会模仿哎、欸。哦，好。哎、欸，我们 C 现在可以做其他东西嘞、欸，脆弱的万用工具，啊、稻草捆。哎、欸，我们可以做舒适的垫子。诶、欸哦，我们先做四张床好不好？对对对，啊、舒适的垫子好像要棕榈叶，我们先去趁现在下午的时候，我们先去那个海岸边去找棕榈叶好了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好，我先滚走了。我蛮其实蛮喜欢他的美术风格的、欸。对啊，哎，这猴子跟我走。对，哎咻，哎咻，倒了。肚子好饿啊！你要不要吃点莓果？啊，莓果，莓果在哪里？等一下，按 Q 可以有一些动作哎、欸，模仿玩家行动。模仿玩家？是什么？跟随玩家将物品丢给玩家。哦啊，那是猴子啊！对对对对对，脆弱的床可以储存进度。哇，这样的意思是好像在玩2D版的那个放置蓝图。对对对，我放蓝图了，是要把床放下去吗？哦耶、yeah, ，Can free building！ 我给你们特殊的权限了。好，谢谢。不会不会不会。接下来，哎、欸，刚刚谁偷走我的床铺？我刚刚做了一个床铺，一定是雪兔。雪兔还给我床铺、欸，床铺、欸，床铺，我的床铺。可以拖出去，可以拖出去。哦，阿里嘎多呢？可是我两个都给你，我的，你弄完再给我一个。好，这个给你。欸我们现在好像需要万用工具来去制作。天好暗，天好暗。万用工具的话，它需要……哎，我得到新的东西了。万用工具需要这个。我们能够做的东西越来越多嘞、欸。对呀、啊。万用工具简单啊，我可以制作。哦，好啦，我要睡觉了，各位，大家晚安。好，我要睡觉了。OK， 哎，什么？我还需要铺床。我说这个是什么啊？草捆，这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
我还需要、欸、我还不会做这个呢、哦、我可以做木棍了，我可以做木棍了，然后等一下对这里好，哎、欸、Cipa Cipa 这个木筏里面的东西偷走了，谁啊，好像是我、欸、小怪我把它放进去，我把它放进去，好好笑，哎、欸、我们可以那个用萤火，我们可以用萤火，好欸好欸好欸，先弄个萤火好了，先弄个萤火，我们需要石头，石头旁边这边这边有，我先来踩一点石头，好黑好黑，没修，哦你点燃了点燃了，哦有火啦有火啦，真的，哇哈哈哈哈，别看钱，他的猴子真的在呜了。欸、放置放置之后按哪一个按钮啊？放置了、啊，你还要自己做、啊，你要自己做。Oh no！ 就它只是蓝图而已。啊、对、哦，你要把它盖上去。这个要他怎么睡觉、啊？我不知道呢。缺少配方、哦啊，感觉好像还没做好，我觉得。哦，那个什么绿绿的那个卷临时床单，你有没有吗？你们有了有了。安西，你们有临时床单哪里啊？嗯，哦、绿绿的吗？加入哦，临、哦、时床单啦、啊。对对 对, 對, 對。哦，他需要那个。那我们哎、欸，哥，这才小啊！哎呦喂呀，给我滚！哎呦喂呀，给我滚！那我铺的，可以可以睡了，开心啊，睡觉。你们根本就没有被子怎么睡？有我铺了一个、啊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我有了，我也有了。讨厌，早上了啦，早上了还睡觉？起床？什么空格？啊啊！我不是已经有那个？哎、欸，还给我。有了。好、哦、像拿在手上才行哦，我可以睡觉了，各位睡觉。早上了才睡觉，我累了，我这我们的生活不就这样吗？哦、白天睡觉，对啊，白天睡觉啊。不是，哎呦喂啊，给我自己做。好了好了，我帮你们做了，我帮你们做了。我有，来，我帮你做好了啦。睡好睡。帮你们做好了，我有没有很棒？谢谢，哇，你超棒！你好多棕榈叶啊！我们一起睡觉会变怎样啊？对啊，一起睡觉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储存、啊、可以储存哦哦，过夜了。可是听说它没有用呢。好，我按看储存好了。啊、哦，真假的？好，我按储存了。存开心的，我不知道，下次打开可能这些都不见了。好啊、哦，好，我们今天我看看哦，我们还可以做什么东西啊？好棒，好棒、哦！我可以做木棍了，做个棍子好了，哦、可以打人吗？哎、欸，要怎么补血啊？可恶，不行，打人，补血吗？吃东西吗？吃东西吗？吃东西可以补血哦，吃东西可以补血，对对对，吃东西可以补血。啊，找食物喽！我这边有椰子，你们谁肚子饿？我这边有两块，来，我吃饱了，给你们吃椰子。好好好好好好，先把附近的石头，我们今天要去哪里探险呢、啊？我们要不要去找更多食物？我有点想要把这个床的位置，这个还可以再更改它吗？移除？哎、欸，可以移除、啊、哦，你可以拿起来哎、欸，哎、欸、不行啊，只能拿起被子而已。哇，对，你只能拿起被子，所以你没有办法再移动它的位置就对了。哦，哇哇，所以这个决定完全不行哦。好像决定之后就不行了、欸，有够不美观，抱歉了，嗯、算了算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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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没事，我们换家就好了。好的，对啊，眼不见为净，他可以那个蓄力，还可以蓄力哦，对，啊、真的、欸、哇，好像风之谷哦，哦，他的动作很风之谷哎、欸，假，诶、欸，为什么没有集气的感觉？超 man post story 的、欸，但就是拉起来，有啊有啊，小光有在集气啊，哦有哎、欸，我知道为什么了啦，他消耗的耐久度会比较低，哦工具手把，我们应该是要做点什么工具台之类的，对不对？嗯，然后我们是不是要喝水啊？应该不用吧？这边有一个小水池哎、欸，可以洗脚，各位 C 卡。C 卡，我们等一下就要走进去了。到底这个 C 卡的意义是什么 ？C 卡，就洗干净一点啊，舒服一点啊。哎呦，好，是说按住右键是可以跑步。哦，真的、欸？哇！各位各位各位，我找到洞窟了，外面有骨头，哦、要去探险吗？好啊，好进去了。啊、哦，好黑、欸、好黑、欸、好黑、欸，不要进去，好恐怖。超黑！我觉得我们要做火把再继续探险。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我出来了，出来！各位出来！各位出来！火把，火把，火把！
OK， 没有活法。Okay, 好，我们晚点再进去好了，先把这，我们先开辟这条道路，好不好？好，好，这个万用工具是可以拿来可以敲吗？好像不行，就只能用手斧。我们身上是不是下面那条满了就没得装东西啦？对，要丢掉。对，好不。我刚才是把它丢掉。我、哦、好累哦，你可以把被子铺好啊，雪兔在你身上。我不是花瓣可以干嘛？我已经有了巫医啊，我的东西坏了。诶，这个是什么？石块。石块可以干嘛？它是要怎么样才可以解锁新的东西？是不是？哦，你要做那个东西才可以解锁。对对对，你要做。哦，有小箱子。做零食碗也没解锁啊。做工具。哦，回去沙滩上了。解锁新的配方。阿总没出现。对啊。等一下我的画面、欸、我可以捞水，我去捞水，等一下、啊、可以喝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要捞捞看、哦、我捞捞看咯。好、欸、我捞起来了，一网脏水，谁要喝？一网脏水，一网、欸、我喝掉了，一网拿去烧，会不会扣血、啊欸、对，拿去烧呢，对对对对对，我烧一下，我烧一下，这个火是永久明火是不是？好的，选择配方、哦、等一下，可以做烤肉串，可以做奶昔，哇，太幸福了吧！水果果昔，用多种果实打成的健康饮品，可以恢复中血量的饱食度。熄灭了。啊，哎哎哎，怎么这样？哦，哎呀，感谢。好，我在煮，减少配方，它需要配方哦。哎，它可以加。取消。对对对，我们要做什么？要做点什么东西来吃啊？烤肉串，我们现在没有肉。是上去找水果。我觉得这个可以，我觉得这个可以。它可以烤东西。对，我们需要更多棕榈树。嗯，哎，我看看啊。我正在增加我们的文明。这个是什么？为什么你可以做？哎，对，你为什么可以做这些？对啊，他许兔，我都没有啊。你看啊，他就写一系列的。我刚刚做完小箱子，他就解锁工作台了。我们没有小箱子啊。我、哦、要自己做火、啊，那就是因为你没有做引火。哦，你要做火，它才会慢慢解锁。太多火了吧？现在是要城邦化是不是？等等，往上做啦，各位。我们现在开始城邦化，对不对？好，抱歉了，这个火是我的，捡走，这是我的引火。来，用这个做。为什么没有办法放置？好，先放置。你看，点火。万用工具组，左键制作、有了，嘿嘿嘿嘿嘿，哦，小箱子，太好了，哦、我们开始联邦化嘞，哦，解锁新蓝图，哦，有了，小箱子，哦，我们一定要弄得那么丑吗？他没有办法拆吗？我觉得没有办法拆才是，他没办法拆，笑死，很丑，没有办法拆才是问题最大的一件事情吧。真的不会啊，那怎么把东西丢掉 ？OK， 拉出去。有了，加入，然后它有分好多种，这个哦，一个、两个，加入，然后制作，按错了，组件制作，小箱子，加入，然后组件制作，哦，哇，好辛苦啊。有了，开始变联邦化，有没有？真的，而且我们这世界好丑哦！真的超丑，真的很丑。你不是说只玩一次吗？对啦，可是这些蛮好玩的呢哦，其实有点好玩呢。加入火焰，这其实很棒哎哦，这游戏其实会玩的会上瘾哦。有脆弱斧头哎，然后还做个脆弱工作台。开启 ，OK， 我要来做脆弱斧头了。哦，所以这些东西其实，我没有石头了，我肚子饿了。Oh my god！ 哎、欸，我们要饿死了，怎么办？对啊，我们是不是要出门找食物？哎、欸，真的好饿啊！我的天，已经要晚上了，我一直在狂喝脏水，我会死掉啊！你喝脏水会补血吗？不会。哦，喝脏水不会补血。我现在有脆弱斧头，可以来杀一些。你可不可以去帮我们拿一点肉回来？我肚子好饿。好，我去杀，我去猎食。你要吃蝙蝠吗？
有点敏感哦。最近是鲑鱼的吧？还是尾鱼啊？最近是鲑鱼是不是？哎、欸，外面好多蝙蝠哦！真的假的、啊？真的真的，晚上有丢蝙蝠，我真的把它杀死了。哎、欸，这是蝙蝠肉啊！真的是蝙蝠肉啊！我没骗你啊！怎么这么敏感啊？这游戏为什么觉得这游戏好敏感啊？我拉了杀了一堆蝙蝠肉啊！蝙蝠拉了，蝙蝠在咬我！我干！真的蝙蝠肉啊！蝙蝠在咬我！哦，我打死蝙蝠！哎、欸，真的蝙蝠肉哎、欸，蝙蝠带骨肉，我们这样吃野味没问题吗？好了，可以了。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有点政治不正确哦。够乱，先烤再说了，不管了。我先吃，我肚子饿了哈。哦，敏感游戏哦，真的是敏感游戏呢。这个中国是不是没有办法上好？又要封锁游戏了吗？我不，我不，我吃个烤蝙蝠肉，好吃。好吃，叫着说好吃哦不，不行，我现在困在孤岛上哈，对不对？没办法，这不是我们愿意的、啊啊啊。好，睡觉睡觉啊，对，睡觉睡觉，各位睡觉。我觉得应该会到早上吗？我们要测试这一件事，应该是可以啊。晚安喽，各位睡觉。我们睡醒就死了、啊，睡不会睡觉，睡完叫起来都不会肚子饿哈，是这样子吗？嗯、对啦对啦，我要什么？哎。嗯哇、啊！早安，早安，早安！哎、欸，我喜欢间谍，我喜欢看间谍。我刚吃的那些肉，怎么感觉好像没补到？早安，我这边有蝙蝠翅膀。我要去找食物的拜，大家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有酥脆翅膀哎、欸。酥脆翅膀。哎、欸，你们如果有一个蝙蝠，哎、欸，小光，你有蝙蝠翅膀吗？你给我的话，我可以做酥脆翅膀。好，有，我有。什么？设下限制，你可以限制在工作台制作的物品，然后按组哦，你可以直接设很多个。你不要快点回来，给我翅膀，给我翅膀。哦，等一下，翅膀，我这边三只。那你还有那个棕榈树叶吗？你要啊，等一下，棕榈树叶，它可以一个一个丢吗？就全部丢给我就好了。嗯，等那，那你要还我呢？可以，来还你。哦，谢谢。来，那个谁快饿死了？我可以给你吃香酥翅膀。哦哟，我快饿死了。你要不要吃香酥翅膀？欸、要，我捡一个。你快点，我香酥翅膀做好了。我来。那猴子能吃吗？我不知道，炸蝙蝠翅，不要吃猴子，炸蝙蝠翅膀。Moco 妈妈，我给你。我来了，我跟你交换，这给你。好，这个给你。这个不要了。啊、在哪里？哎、欸，你在哪里啊？我吃掉了！我再帮你做一个，快！你给我来！别那个小光，那个棕榈树叶给我。来来来来，对，丢进去，你先放进去。地上。好，直接放进去，你先放进去。你想让他活对吧？你看出来了。不是，我马上帮你做。哦哦。等一下，你快走！好可爱啊，超快的。快走好了。有了，吃掉。各位，等我一下，他在正后方。哦，有了。吃掉。是吗？哦，可以。好一点了哈，好一点了哈。了OK， 哦，吓死我了。哎、欸，行，好好玩哦。我来帮你们猎捕一些食物啊、哦。还有什么东西可以吃？好累了。一下，暂时就先吃这个吧，没办法。会咻！我这感觉正式版出来的话，一定很毒，应该会有很多人会被困在这个世界里面走不出来。好好玩哦！对啊，应该一下子哦，一阵子啦，对啊。除非他把整个科技树拉很远。哦、大概19吧，我在猜。一咻！好，有了，我这边有四个。我看到新的猴子了。新的猴子哦，所以你可以哪里？你可以偷猴子，不是偷猴子就可以把猴子带来。可是猴子我们还没有 get 到它到底有什么样。更大的用处，对，工作台我有了。那只猴子要干嘛、啊？可是工作台我们有了，我们的科技树怎么还没有继续往上呢？没有，因为它你可以看到它有一些是连结的。哦，所以你要连旁边都解开才行。它那个感觉是没有连结的，就是我们只能卡在那边，应该是要拿到什么特殊的东西才会解。哦、OK， 哎、欸，这猴子要跟我要东西耶、欸，所以我们现在才只有这个样子而已。哦，我懂了。
对，这个这两个都是卡的，也许我们要对我们要采取到踩到什么东西才会把它解开来。好，咦，我的手斧坏掉了，机器我敲，机器我敲 ，OK。哦，他一直狂按空白键，其实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。捡起来，捡起来，好爽，好爽！希望他可以直接自动按住，或是按住。哦，对，没有吃的，或是按住。上面有遗迹，遗迹耶！我们来了，我们来了。这边有，这边有路哎、欸。嗯，你早安啊，早安吗？是不是那个路？哪里哪里哪里有遗迹？上面这里。哦哦，哇，真的哎、欸！可以拆掉吗？哦，压力板，一起踩，一起踩！我来了，我来了！宝藏图完成，烧烤鱼肉，你可以吃鱼。捡吧捡，这里有鱼。我们两个一起踩了吗？不是、啊，对，刚已经踩到了、欸，已经踩到了，已经踩到了。OK， 有了。这附近的这些可以敲掉吗？这是果子树吗？打东西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这些都只是花瓣树而已。哎、欸，真的是遗迹哎！是不是另外一个海滩？对对对对对，啊、有兔兔，有兔兔，兔兔跑走了，哪里？追兔兔！跑、啊、得跑超快耶！食物，追他！食物，好吃食物，吐了。他跑掉了。下面有看到鹿哎，你们要看吗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我们去找，我们去找小光。那个紫色光头人在哪？在左边。嘿嘿嘿，在这里。下面，下面这里，哦、这边好多好多骨骸哦。哎，这是不是也可以敲掉啊？骨头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先去找小光呗。OK。哦哦。等一下，这是巨人村吗？哎，我觉得、有羚羊。哦哦，对对对，是羚羊，它不是鹿。对不起，它是羚羊。我去，揍爆他！太多了！一群暴民们，赞哦！给予物品。哇，这次是什么样子一个地方啊？好酷哦！哦，可以做哎、欸。好，我们能够用他的东西做点什么吗？我们感觉我们科技现在停住了哈。对啊。总感觉应该是要还要有点什么东西，我们科技现在停了，停止喏科技。为什么雪兔你可以砍连砍好多下？他按住机器。你是用哪个武器啊？你是不是看错人了？哦，那是小光哦，对，哎，按住机器，你是用什么武器？根本不是我，好不好？你是用什么武器啊？光头跟我搞错啊！压住左键啊！什么武器啊？哦，脆弱手，脆弱斧头。哦、OK， 好，我问了五次，你没有一次要回答我的问题。按住左键啊！按住左键啊！金城，你说怎么机器？太多了吧？来，帮你做那个石头。好。哦。哎、欸，这边本来这么漂亮，要不要直接帮我放啊？我做那个绳子好了。哎、欸，我这个骨头棍哎、欸，我有骨头棍哎、欸。哦，这边好多骨头。对，有骨头棍，零食碗不要了。零食碗我也不要了。哎、欸，做好了，你可以把它做起来。耶！缺一个带骨肉。来，放进去。我没有工具。白痴，怎么喷出来了？你按错了。啊Okay, 叶子吗？叶子吗？小光那边有，看一下，大的吗？还是小的？小的，有没有小的？你说棕榈叶还是长草？草。它是草捆，为什么要做这个草捆呢、啊？这个草捆没有用，草捆没有用，真假的？我做好了，我做好草捆了。哦，棒棒。万用工具组，要先做一个这个。可以可以。再做一个这个，等一下我身上包包好多垃圾哦，下去，下去。包包就那一排吗？真的好小哦。我觉得我们先回去吧，我们先回去把东西放一放，然后再找一条路过来好了。好，好。我先煮个吃的。晚上感觉有点恐怖哦。各位准备好了吗？这个棍子谁要？走，我先煮出的。哎，为什么棍子丢不掉了？丢掉，棍子给你们。棍子给你们，我好像不需要了。对对对，梦棍，我也走了。好，土屋走喽。等一下，我丢这煮食物啊？为什么那边还有东西啊？没有没有。来了，我来了。哎，为什么还会冒出钱的符号？哎，钱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
你可以陪我踩一下吗？没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我们先回去吧。丢不掉，他不让我细掉我的骨头。再见喽！我到了，我到了，我在，我在跑。蝙蝠，蝙蝠好，看到蝙蝠，看到蝙蝠，看到蝙蝠了。蝙蝠好凶哦！有浆果也不错。想打谁？哦，下来蝙蝠，水哦。要捡。不怕饿死了。好，好。我先回家，我先回家了。我要怎么把？我家里好暗哦。木棍丢掉啊！木棍丢不掉啊？为什么？就不要丢，就不要丢了。啊，好，点个火，点个火。果浆是要打什么才会有果浆啊？树，就是蓝蓝的那一个。我怎么都没有打？哎，啊，我的骨头棍怎么一下就坏掉了？哦哦，这个盖的位置也盖太烂了吧？哎，空格选择配方，真的，我们技能树卡住嘞。对啊，完全卡住了，好像不知道该怎么进到下一个步骤。R 也有看过了 ，C 也有看过了，然后稻草墙后面也做过了，能够做的东西都做过了。嘿，我跟你们不一样哎，你看，我跟你们隔一道墙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看左边。哎，那边。你怎么在那边？那、啊、你回得来吗？啊、来了，加入。我、哦、早上了啦，早上睡觉啦，早上了，缺少配方，不要再睡了。我想吃。嗯，可是，我们要怎么到下一个进度啊、嗯？对不对？我缺中里耶、嗯。我们是要捡东西还是怎么样？可是我们东西都捡了好多，我们再去冒险好了，好不好？中旅月，哎，我可以抬箱子，你看，哎、欸，箱子可以拿起来哦，吸带，按住就可以吸带了，我、哦、怎么放下？我给你一片叶子，谢谢，在哪里？按 F 可以放下 ，F、嗯、F 可以放下，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带着箱子走啊？包包太小，哦，太智障了吧？把这箱子好像是哎、欸，有点蠢哎、欸、哦，要把食物都放这里面，然后我就带着它走，有点蠢。好，先这样子了。我们去冒险，我们去冒险，感觉要多冒险才会看到新东西。好，所以火把呢，你不能够这样子哈。好，走吧，走吧，走吧。雪兔真的抬着走，还站在着箱子走。哇、啊，抬着走，要不要去洞窟真的去看看啊？洞窟很多蝙蝠哦，真的吗？嗯，洞窟可以进来哦。打架吗？我刚杀了两只蝙蝠在这边，可以进来，有点黑就是哦。没关系、哦，我眼睛慢慢适应嘞。我做萤火看看。哎、欸欸，没了、欸。哎、欸，那么小，很小、欸。这边可以放萤火吗？可以吧？可以。好。哎、欸，不行、欸哦。可以。哦，不行。不行哎、欸。可是你在那个蓝图模式下可以看得到附近的东西。对啊。嗯、我给那只猴子拿。哎、欸，那、欸、你去奴役他？太酷了吧！你在奴役他？超坏！出去了。好坏哦，做个工具好了。东西，你们谁有多的木棍啊？我昨天晚上，对我昨天晚上不小心。木棍那个家里那边有多的。哦，这边有一个，我拿到了。阿里卡多，我偷走那个箱子里面的东西了。Oh no！ 我们去更远的地方探险好了。啊，这边有路，这边可以进来。好好好。这边好像要往上，欸，这个猴子是不是要给他东西？不要理他，跟着我们，不要理他。这里好像对，这边可以打通哎、欸，我们要打通吗？好，砍掉，砍掉吧。哎咻，哎咻，嚯嚯，棒！加油加油！看看好大力哦，这拆家集团哎、欸哦。那边有羚羊，拆家集团哎、欸，鬼子羚羊哎、欸，我想吃羚羊。哎呦！他在生气，他晕了。哦，各位，他冲出去了。对，我砍到他了，。德玛西亚，来哥，他是不是死了？他死了，他死了。肉！我放在我的箱子里面。OK。可是这里好像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耶。嗯，总感觉我们好像要找到什么东西才有办法解锁，对不对？
感觉是。我觉得我可以走到刚刚那个点。好，我也是这么觉得。那往上走吧。好，这沿路按空白键。我的，我上来了，我上来了，继续往北边走吗？啊，这边有死掉的人哎、欸，好恶哦！可以拆他吗？可以搜寻，有骨头。哦，这里，我需要一些东西。这里，谁？啊，这是什么？他需要空碗，给他一个碗就好了。我来，好，我来，我没有棕榈树叶，我也没有，我有一个，我棕榈树叶没有，缺一个，那缺叶要那个哎、欸，哇，美女，美女，哦，这是什么？哇、哦，可以讲话吗？可以杀他吗？空白键可以，商店。我可以跟他买东西啊！我、哎、靠！啊！旁边有人打我！野人是野人，冲过去杀他！哇！走啊！我在杀。他说我们看起来很好吃。没有，他死了。还有更多野人，掉棕榈树叶，掉棕榈树叶！冲啊！哎呀！有了，晚餐来了，他才吃晚餐。有弓。哦，弓箭。哎、我拿到弓了，可是我没有箭矢。箭矢在我这，我丢给你。哎、欸，小好，哎、欸，怎么会丢？哦、野人部落哎、欸，哦，小光，你不要动。好，你想对我做什么？我、哦、没有办法射击呢。你想干嘛？还要射啊？哎、欸，他在怎么样？我看起来怎么样？你看起来太黑了。哦，哎、欸，里面可以买弓箭哎、欸，好酷哦！还有藏宝图跟那个。那他可以买藏宝图哎、欸！哦，你们有棕榈树叶吗？你们有棕榈树叶吗、哦、？Moco 妈妈是不是有啊 ？Moco 妈妈人呢？哦，我在这，我有一个。欸、你看这里，我点了一个火。哦，所以这个可以点燃，欸、是点燃、哦、这里面就可以。你把它点一下。人们都说让自己好快乐，可是我没有那个东西。我做，我来做。OK， 一个，两个，然后骨头不要了，骨头不要了，有了。哎、欸，好、哦，解锁了什么？哎、欸，箱子，携带、哦，我可以带走。可是要解锁，对吧？我没有钥匙啊。砍他！哦，哇！见识。这个浅钱到底有什么用啊？买东西，可以买东西啊。好、啊哦，你还叶子吗？好，对，我要叶子。来，哎，奇怪啊，我的箱子怎么不见了？又上脚了，你都忘记自己放在哪边了。对，想起来了，耶！哦，我610块，好多东西哦。宝藏图可以买。哦，好，我现在可以做那个碗。来，碗给你。哦，他给我箱子。哦，他给我箱子。我没有武器可以砍，你没有武器可以砍吗？哦。有了一些给局一些钱钱而已啊，好像还好了。木棍袋子好了。哦，这是每个人都可以捡一份哦。应该不是吧？应该是自己而已。嗯。好，就天色又要暗嘞，天色又要暗嘞。嗯。新的宝藏图已加入你的日志。雪兔买了宝藏图哦。哦哟。那日志该怎么看呢？不知道。日志该怎么看呢？其实宝藏图很便宜耶。鱼肉也好便宜啊、哦！我把宝藏图全买了。哇！哦，还有迷宫哎、欸，什么蝙蝠迷宫、猴子迷宫钥匙、大猫迷宫、野猪迷宫。哦，好多东西，好复杂，复杂又好多东西。宝藏图是哪个按键？一二三四五六 ，F C Y U I O P L K 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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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玩到了 ，L。有东西吗？哦。故事宝藏图，好多东西。哇，这很多东西哎、欸！哦，这可以玩好久的感觉。超久，超久。可是现在已经天色暗了，我也觉得今天这集差不多多了啦，好不好？嗯、好，好吗？那我们回去睡觉，把东西带走。今天这一集就到这里，然后明天下一集就不一样了。打开之后，全新的世界，我什么都没了。我在玩 Speed Run 吧，这里有箱子。
哦，我来，我是觉得啦，都已经到了结尾了，我就把它打开看一下里面有什么东西。哦，哦，宝藏图完成，哦，啊，就是哦，宝藏图就是这些东西啦，就是这些东西啦。回家了，回家了，回家，回家的路在哪里？在这里，在这里。他不知道每张地图打开是不是都一样的，欸，还是会不一样啊？好像一样哦，嗯，都一样吗？嗯，好像是，感觉是。哇，那我们就可以 speed rush 了。我好累。OK， 回家睡觉，回家睡觉。耶，我要睡眠，我要睡眠。其实整体上来说，还给你。整体上来说不错玩呢，欸，整体上来说不错玩呢，欸。我来烤个肉啊，好，好不好？我来烤个肉。我的蝙蝠头弹出来了，哎，嗯，笑，哎，欸，笑，哎，欸，加入制作，最后让我啃块肉好不好？让我吃饱饱离开这个世界。好啦，今天的这集阿文手差不多该到我走喽，希望大家会喜欢这一款免费的小游戏。感觉起来，如果你这个暑假不知道做什么的话，你可以玩玩看这款游戏，然后跟你的朋友一起玩，但就是一口气哦。熬夜有把给玩完，因为他现在 bug 好像还蛮多的啦。那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款游戏呢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别忘了可以留下一个大大的喜欢，让我知道。我们下期再见喽 ，See you guys， 嗯，拜拜，拜拜。